有。没有人，我们有人嘞！要等有人来开始，是不是？有啊有啊有啊！我是场控，我帮你递小东西。嗯。Hello， 我是林玉 Lin， 我今天来海边跟我的朋友们、姐妹们，可以看看他们。来拍照。哎呦，然后你又怎么那么亮 ？OK， 就想要趁天气好的时候来海边，然后看一下就是那个随行冷气的部分会不会冷，到底真会不会真的冷？这台，那台，这是很轻哎、欸，可是超酷的。旁边帮你一个背景音响，然后它就是这个，把它，其实我在家里就有用了啦，其实就是蛮凉的。嗨 ，hello， 然后它就很轻，然后直接拿起来加水。我回去拿给我爸看的时候，他就有说出去玩的，因为我们家常露营，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带。那水要加哪里呢？对。旁边这个缝缝，把它拨开来，拿起来加好了，比较安全。拿起来加比较安全，不要沾到其他地方。哎呀，是拿起来才对。要加满吗？可以啊，就大家一起吹，可以吹久一点。你现在是化身小助理？对啊，他好忙，我要穿蓝白拖，场记，好了，场记的概念。这样子加水，好像厨师机哦。对啊。我们今天有带一台冷气，这么小一台有点酷。超级小的，你干嘛偷喝我的饮料？场控还偷喝饮料，发现了。还好喝哦。偷喝米克夏，我想要拿远，场控拿远一点，没问题。好，这两都可以吗？它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使用，那像是一些露营客啊，谢谢。然后直接用，你可以在那个帐篷里面用。冷气，可是帐篷没有很大，大概这个小冷气，一个人两个人坐在里面 OK， 就蛮好玩。我刚刚还这样，有行动电源，超酷！刚跟路人借的行动电源，路人对我刚刚我借忘记带行动电源了，我刚刚拍出我们的比基尼辣妹去跟路人借，马上成功，对啊，立马借到，不会啊，这里蛮舒服，最近有没有电呢？对对对，我电，我还不知道我电呢、欸，紧张的一刻来了，我觉得他们两个等下会掉下去，就是翻下来的时候，我一定不要让我的那个飞走飘走哦。酷女朋友黑衣的介绍一下，然后啊，他那个这边行动电源这边插上去就好了，这边有个洞。今天我帮你拿一个，还有滴水，没有滴水，哪有？谁算是路人？这边有个洞，插进去，进去看冷不冷？哦，没有啊，他现在还在，他现在正在。什么？没有啦，我们今天没有要睡帐篷。插好了，谁准你去跑沙？他不是在一起拍啊？滴水要跑，快拿上喽。有了耶，有了有了，真的有，有冷气凉吗？有哎、欸，然后它上面显示温度，上面。等一下哦，我帮你拿。好屌哦！你要看？我们现在是28.4度。所以你等下把这关起来。好酷哦！他说主持拍卖哦，没有拍卖，没有在卖啦，没有在，只送不卖，乱讲。你可以自己去买啦。哎呦，然后看到吗？买到呢。哎，就发出这个光哎、欸，而且这个光蛮可爱，很疗愈的光。可以选哎、欸，它可以选，就是你要什么颜色。它在哪里开台？在它的粉丝页上、啊。可以变换不同颜色。我在 Mr. Me。Mr. Me 是哪里啊？就是 Mr. Me， 也是一个平台。一个粉丝专业哦。它在 Mr. Me， 你看。它可以换颜色，好酷、哦，好多颜色哎！对啊，我想要把它拿掉。帐篷吗？你们要进来吗？居家冷气关起来了。对，你们要进来吗？快进去！你们进来啊！原来这里面都是沙，关起来、啊。没关系啦。哎、欸，可是你这个生锈嘞，关不起来。对哈、哦。对啊，你这生锈烟化了。
好，现在关不起来了。我帮你遮。对啊，很小，很好携带。我帮你，我帮你遮。可以，你可以。可以哈。它关起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这里还有。我现在我的朋友们要帮我把帐篷关起来。起来喽！太苦了。我现在自己在空间里面。对啊，28.4度。他转掉，我们刚拍一些很美照，真假？没有帮我拍。为什么自己拍？你这结束了吧？你加他动。哎、欸，我设定到它的温度了。看，它现在变成华氏的温度了。哎呦，水会啊，水倒掉了。看得到吗？上面有温度，可是我刚刚好像不小心按到，所以它变成滑。81到47度。我们在外木山。然后吹出来的风，它吹出来的风是真的蛮凉的、欸。然后最低的温度吹出来好像可以到18度吧。它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粉丝专业在播。它在粉丝专业播哪 ？Mr. Me 专属的场控。对。哎、欸，这个也截得太夸张了吧？对啊，两边都是，那可能久了吧，就是会这样。对啊，欸、你爸爸都放车上。他们要买啦，他们要买。真的假的？你看，已经有人要买了、欸，会不会太厉害？你们是要买冷气吗？可以下水。随行冷气。跟你说，欸、感觉还蛮方便的。说了就要做到哦。要不要进来？有冷吗？有冷吗？有。进来，进来。我腿都沙、欸，没关系啊。都沙了。啊，我这么瘦。让我们200块竞标好了。200块竞标。200块有没有？快点，喊价200以下，来来来，喊价，有啊，他现在今天拍卖一台，赶快拍一台，好像可以不用那个，就放着好了。你看、啊，哎、欸，这还蛮亮的。机器在哪里？没有要拍人，我机器在。机器比人重要。这台机器是室内冷机，哎、欸，很舒服、欸，小台的。哎、欸，他们真的要买的竞标、哦，真的还假的？说20000，你确定20000？真的20000吗？2000，有还有人还说25000，哎、欸，含2万那个账号给他记一下，三万这个账号记一下，哎，我们说过的那个都有承诺，大家有没有？你看它可以变颜色，突然说会减小，可爱，你看它还会变色，这样后面看得到，超可爱的，你看，哎、欸，我觉得真的一个碗，两个人觉得舒服啊，久都不止，你心舒服吗？有点舒服哎、欸，凉哎、欸。哎，真的有超凉的，很凉哎！而且我喜欢它的灯可以换，对啊，灯好疗愈。这放在如果这是通常是出去的时候带的，对不对？对啊，就是其实是像露营的什么的那种出去就可以。有时候去暗暗的地方，你有这个灯的话，它是床头灯的感觉。而且床头灯。它不用什么，一定要插电，它就是行动电源就可以用了。啊、我刚跟路人借行动电源就可以用了。对，重点是现在2000，不是重点，我来访问一下，刚刚那个行动电源从哪里来的？我们刚派出我的朋友比基尼辣妹去借，然后骗那个借的人说我们在录综艺玩很大，骗人，然后你就等很久，想说哎镜头在哪里？哦，很远，在很远你看不到的地方。对啊，对，重点装水就可以了，装水就可以用，而且你不用装冰块，你也不用一定要装冰水。就是直接装常温的水就可以用了。真的要买？已经有人要买了，有没有一点扯？不知道有没有常常在露营的朋友？然后其实他不是要整个密闭的空间有，他其实真的假的啦？好啦，等一下私讯我啦。它其实不是要就是密闭的空间才能用，它其实就是像我现在这种帐篷，给你们看。我现在这种帐篷就是这样子，有一点点通风，然后有一点点空间。空间的话不要太大，大概1到2平内使用最适合。你看他们在研究，好好笑哦。欸、不觉得很好笑吗？哎，这风景很好，方便啊，蛮厉害的。来看一下直播，女星的群体风光，女星的群体风光，女星的群体派，车动，你真的很北七哎、欸，对啊。哦，好，日本，可以，就这样，就大家这样子，吹出来风是凉的，还好，它是凉凉的。它现在在降温吗？对，它在降温。它可以调温度哦。没有，它就是会自己降。它吹出来的风就是凉风。我
很小一台啊，你看，两边都有，你们给他们看多小啊，两边都有，看就这么小。林云化妆好美哦，谢谢。那很小 啊，你漏水了。没关系，没关系，它有水，就好水。它这边是，然后记得放的平稳哦，不然会有点漏。这是温度计的概念。对啊。哦，好屌哦！那我多有实验精神。对啊。那你不是要给他吹卫生纸？亲爱的露营，对啊，小帐篷露营，先把它弄干。对。所以其实露营课还蛮适合的，就是常常去露营的人，有时候带小孩子说还好，带小孩子去。那有露营，有一些比较大的帐篷，比如说八个人的那种帐篷啊，范围比较大的，就因为你去露营一定会有些人会接电嘛，那接电也会插电风扇啊什么的，那其实电风扇配上这个吹出来很凉的风，就是其实整个空间是够的，是适合的。哎呀，我脚好开啊，不差气啊！不要拍脸，不要拍脸，有一点舒服，想睡觉。好白痴啊！好像可以睡。哎，你头发好长哦。对啊，我是长发公主啊。对，是长发公主。就是 Rapunzel 吧。Elsa。没有，她是女神兔，蛮舒服的。兔兔今天就是跟朋友来海边，然后想说顺便带这一台来，来试试看到底会不会凉。就事实证明，真的蛮凉的，朋友们都说很凉。你干嘛那么诚实？一龙，跟你讲很多。好哦，九尾七四，应该是八龙，拜拜。因为有两个，我们叫九尾，而且它没有什么声音哎，就是蛮安静的。他也不会说就是很吵啊什么的。哎，可以顺便介绍这一个吗？这个也蛮厉害的。会到晚上吗？好像现在差不多啊，现在差不多晚上啦，应该等一下都回去了吧。你在干嘛？待会儿就回去了吧。我们在那个基隆的外木山这里。而且他们刚刚都说这个灯很疗愈，你们觉得灯很疗愈吗？等一下，你几岁？就不要提了。没有你，十七，我大他七岁。我的朋友们现在在聊他们几岁。哎，你们谁赶快？你们谁赶快来跟我一起感受一下？哎，跟我去跟他感受一下，介绍一下。哎呀，我也。对啊，晚上的时候可以用。再帮你吃饼干。因为饼干我自己吃，等一下，因为它也不会很吵啊，所以其实睡觉的时候也可以用。哦，对，蛮凉。然后家里比如说有狗狗啊什么的，就是很适合放在室内。对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24小时开着家里的冷气给狗狗，因为其实那样也很耗电。但这一台就很适合给宠物，小狗狗、小宠物、猫咪什么的。还被蚊子咬得红红的，没有啦，哪有？有啊，你自己看，没有啊，因为我刚做那个身材最好的给我看，没办法，我们这边身材都太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最不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狗狗都可以用啊，宠物都可以用，宠物应该最需要吧？嗯，因为他们其实蛮热的，对他们来说毛太厚了，很热。整个设计就很好看啊。这么小一台，这么方便，加水就好了耶。玩得好累哦。哎，我想要吃饼干。你吃啊。哎，那个，不知道哎，应该差不多。测试。我们整个已经想在那边睡觉了。对啊。不然怎么没有买？没有，我有看。哦，你没带。你刚刚说不要喝。哦，怎样？现在有咨询了。只是下一秒想知道。我的朋友们现在也觉得很舒服，挺舒服的。哎，你兄弟们，看看它可以降个几度？刚刚是多少？哎，刚刚是几度啊？28.4哦。刚几度？刚几度？
桂桥二八点四吗？拜托，爱你要叫爱心，爱心可以给我中一票吗？28.4，现在等它降温，我们来试试看它到底可以降几度。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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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饼干，今天就很悠哉啊。我其实自己也会来海边，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天哪，什么声音啊？想要被杀人是不是？你有听到一个很恶心的声音吗？这只有一点酷，变色的。哎呦，好帅耶！真的假的？原来我一直都戴错眼镜了。这一只是快变色的，很像按摩。这只好看哦。两零来这边帮我选一个牌子。真的假的？九号上班了，9号。原来我戴错眼镜了。快点，快点！一个全身的客人来了，来了，按摩来了。按摩师，专业的，帮你俩龙嘞。这是外变色的眼镜，就是遇到那个太阳的时候。对啊，心得。因为变黑，然后没有太阳的时候就是那个透明的。他们都说我戴错眼镜哦。就是这个好看欸，不是我原本的好看欸。原本那一只。杜邦派啦，适合是什么？是帮你明就很适合。其实是好看，但明明就是两只都适合，但是这一只特帅，特好看。这帅的，这好看。一直被夸奖哎，这只一直被夸奖哎。没有开玩笑，又反正没有选第一代刚那只。为什么？一直被有一个小孩在偷看。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看，因为它比较个性一点。对啊，就觉得啊，这个人是谁？反而想看。韩星，哎，一种那种低调的感觉。要不要剪辑？要不要剪辑？低调的高调。车不会开。噔噔。你等一下再看看哈。哦。有一点帅，一直被夸奖哎，这一只。好看。你已经擦了红唇了，你的屁股都是沙。嗯。好凉啊。好啦，各位拜拜。有点舒服。我手机要没电。我穿车，我都去，也是通化。太可怕了！想骂我三句。哎，办了很便宜，便宜，500块就一个500块全身都可以。真的，那很便宜啊，台币。一个小时。是哈，我也觉得是蛮适合的。500块啊，不便宜的。所以回来台湾是按不了。刚刚戴上去整个就被夸奖啊，原本眼镜都可以丢掉了。摸了你全身，原来原本的不适合。对啊。现在盒子很有质感耶，整个是很像。它是那个现在那个什么意大利独立 Italy Independent， 我帮你拿，好像是那个最近很多 Italy Independent， 没错，这只是这样念 Italy Independent。 对啊，真的啦，我刚刚故意念得很怪而已。就是也是那个吗？就是意大利独立品牌，地下独立乐团。是最近很多那个哎、欸，很多那个好莱坞的明星在戴、欸，这个，对啊，布洛克都要这样，对美妆布洛克，PK 02的色号。今天很这是意大利的牌子、欸，好像是，里面有各国语言，各国，有点详细。是哦，对啊，我们今天到海边有一点时间有点长了。刚刚我朋友有带两只狗狗，狗狗给他们吹冷气，给狗狗吹冷气。结果狗狗在车上。对，结果狗狗跑去车上了。一整个是好看的耶。对啊，是好看的，这叫经典耐看的感觉。不是，我是觉得要换那个红色的腿，然后配那个，我觉得就
就墨镜也被夸奖了。凉凉的，而且它可以调风量，我自己在家里吹是会冷欸，觉得蛮冷的。因为有时候你在家里不是每个人都温度感受相同，就是有的人想开冷气，有的人不想，所以这台放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也是蛮适合的。对啊，欸，像你像房间的话，一台 OK 吗？还是要几台？一台应该不够，看你大小啊，看你平处，就是可能你这个空间你就放一台就够了，对不对？就是你只要把它放你旁边，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嗯，对啊，就是如果是像办公室什么，啊，就放这个蛮好的，而且这个它只用行动电源而已，它蛮省电的。对啊，就是比冷气什么的都还省电。对啊，变紫色，我看一下哈，好像是紫红色的，现在有点看不准，会有点酷哎，欸。就是会变色，然后型又是好看的，不是那种很奇怪的型。在调风量，会调风量。它可以换颜色，可以啊。颜色换颜色蛮好，因为真的。那你怎么会用啊？后面有啊。简单明了，第一次用的人就会用了。第一次操作就上手。哎，紫色好看。粉紫有一点，这个很漂亮，粉紫色。哎，我记得刚刚苍蝇。蚊子 Hello， 我看到我的背景。嗯，那个声音有蚊子啦，飞出去了啦，好棒哦。哎，可以播完了，已经变28了，等一下就要变再更低了。哇，怎么那么厉害，哦，真是三星天才，好棒哦。嗯，你刚刚播了一个小时吗？有啊，棒死了。 Kiki 行动电源，哟，是过敏，它按的蛮快的，沙子是不是再一下就要按了，它天黑了。我们才待一个小时多耶，有这么短吗？我们很晚才出发啊，可是今天没有很热啦，有两个小时，我觉得应该两个小时。我之前来就是大太阳，还跑了一下充气了，大概有20分钟吧。应该有一个半。有啊，在门口。两个小时啊。冷气在门口。然后它上面会写，就是它现在吹出来的风是几度这样子。你看水应该蛮冷的。尾鱼线，你有看到吗？尾鱼，讲小声一点好不好？我们现在在观察路人的那个。等一下，我会被骂。尾鱼线，为什么要拍他？没有，看我朋友，跟我朋友看。可能跟朋友来海边，整个很放松。为什么这里的沙子是湿的啊？你自己的脚湿了吧？屁啦，下雨还是早点下吧。对，可能刚刚有一点下雨。好简单哦，来海边就这样，带一个帐篷，再带一台吸带式的小冷气。真的会冷吗？出风口冷，就吹出来的风是冷的啊，是凉的啊。因为如果你用电风扇，你空气热，但你吹出来的风还是热的啊。可是它就是吹出来的风是凉的，是冷的。但而且它也不用加冰块，不用加冰水，你就只要就是加水就好了，常温的水，而且温度有在降欸，这降蛮快的，一下下而已就降了，我刚刚是28.48，在降欸，而且感受是凉的，最近出去，而且记得要。就是不是放在整个密闭的那个空间里面，就是要放在有一点点通风，但是空间差不多1到2平左右，就有点像帐篷，然后配合那个电风扇，电风扇吹，然后把那个它吹出来的冷空气这样带到整个空间，就其实是蛮足够的，出去玩的话是蛮够的。
凉凉的。想睡觉哎、欸，吹出来很舒服。对啊，不用放冰水啊，就放常温的水就好了。那我们来堆一个城堡，在海边很舒服哦。堆一个城堡，我带一个帐篷，再带一个雪人，差不多随行水冷，随行冷气。客人不管温度，太暗你看不到，然后省那个怎么这么豪迈，舒服就爽，对啊，舒服啊，这很好睡、欸，就如果吹这一台，就很想睡觉，整个舒服，拜拜。天气也暗了。等一下我们要回去了，差不多要回去了。现在几点、啊？有人要上班，6:20。是哦，6:20哦。不是只要上班吗？9点哦。高亮，刚才说博。博，博是博吗？博，我要喝饮料。是那个谁，猪太郎吗？不。哎、欸，你不要喝到我台。刚才。哦，那等一下晚上嘞，晚一点调风量，把它调到最大，大家都可以吹得到。那你现在开什么？哎、欸，笑。朱婷回来了，朱亮姐来了。哎，朱亮姐，你们看一下。那你们，那你明天要去选择？开笑来欣然，好远啊！那所以我觉得蛮爽的、啊，蛮舒服的，就凉凉的。那其实我们家很常露营，我们家就是从小时候就会去露营，然后也，我们在看看路人冲到海里，不会啊，很轻，可以一只手拿哎、欸。那现在是有加水的哦，可以一只手拿。我那天把它拿回家，就是搭捷运啊，然后就是手拿搭捷运这样。你不会很重啊，轻，女生都可以拿哎、欸。放在办公室，哦，27.8，有点厉害。放在办公室，就很好用。我自己的位置上，或者是说放在家里给狗狗吹，给小动物们吹。因为冷气开24小时，超耗电的。这边有蚊子吗？没有哎、欸，有啦，刚刚有一只很大的，可是我们没有被叮，还好，好险。嗯，讲到蚊子就觉得起鸡皮疙瘩。他就觉得说，放在我刚刚说了嘛，放在办公室，放在自己位置上，然后放在家里给宠物吹。出去露营可以带，因为天气太热了嘛。带啊，配一台那个，电风扇。我来啊，会很丑，你要考虑。对啊，周末到了，周末到了。就可以像我一样出去玩，然后带一台随行小冷气，应该是很舒服。哎，你要不要穿我的短裤？有一点厉害，这样有点快耶，这样也太快了吧？嗯，对啊，买小狗吹啊，像我家小老狗就蛮适合的，嗯。对啊，说去露营你也不是那么的方便，可能没有办法接电什么的，可是行动电源搭配行动电源就好了，蛮方便的，而且也不会很耗电。我刚刚已经有，现在已经就是已经开一阵子了，它行动电源也没有，好像才耗1/5的电而已吧。有啊，有狗啊，小老狗。然后因为我现在转职了嘛，我就是在宠物业当宠物美容师。那我们有很，也是有蛮多客人的。然后他们其实有时候狗狗来，他们的一些状况都是毛很干，因为主人会怕他们热，所以在家里会开24小时的冷气给他们吹。但其实对他们的皮肤来讲，太干了，他们的毛就也会很干，
可是主人又怕他们热，但其实你有这一台的话放在家里，然后开给他们吹，就是吹出来的风是凉凉的，对他们来说又不会太干啊。你养鼠老鼠吗？小老鼠吗？老鼠感觉好可爱哦。对啊，其实小宠物就可以用，那这个对他们来说负担也不会太大，然后在家里开也不会很耗电，比冷气好吧？24小时的冷气跟这个比起来，这个整个就是，整个就是很好的选择，就跟冷气比起来的话。所以，超过真的假的？老鼠超过28度会中暑死掉，真的还假的？那你赶快去拿一台回去，赶快买一台回去。然后会附上，等一下会再 po 文，就是附上网址给大家看，大家可以去上面看一下。就是今天想要大家来真实体验一下这个到底会不会凉，还蛮凉。风会不会很大？可以调啊。嗯，它有调。它可以调，它可以调风。它可以调风速。对啊。因为它不是用按的，是用转的。转的，可爱。不用按，那叫天荒地老。有的那种暗的还会坏掉，那个键还会掉下来。对啊，那键会掉下来，会卡在里面什么的，用转的，什么操作都用转的。然后它的那个小灯也是。就有会员打电话进来有九折，全面满线中。赶快赶快，最后五分钟电话全面满线，以上纯属虚构，刚刚讲的都不算。27.5度嘞，这样的会不会有点快？凉凉的哦。对啊，那个背凉凉的。Okay. 今天上行动电源可以用，我觉得是看你的那个吧，行动电源的那个瓦数安培数啦，瓦数，100瓦。那个男的怎么不见了？安培数，看行动电源安培数啊，像有一些行动电源是可以，是可以充三次的、啊、两次的、啊，对啊，所以行动电源其实准备大一点就好。可是这个我看一下，哎，他可是他真的不见了，我也没看到他哎。这个我不知道哎、欸，因为这个我是跟路人借的，我今天忘记带了，这是跟路人借。对啊，然后他现在我刚才已经开了，我现在开了20分钟了吧，才耗了四分之一格的电而已哎。真的假的？耗四分之一格的电，很不耗电。他那个行动电源上面好电，电量显示。好啦，真的，你帮我开这个。哇，路灯。整个降温了，蛮多的。刚刚是28度多，28.4吧。现在是27。你也拍太多张了吧？我的朋友们现在在大拍照。对啊，我手机快没电了，怎么办？好可爱哦！是花菜吗？嗯。追踪这个 I love golden， 不是，它是这个行动电源，你的行动电源有多少电，你就可以用多久，就跟你手机一样啊。你手机这个行动电源，你手机可能可以充两三次啊。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也是你的行动电源安培数多大，可以充多久，它就可以用多久。那你只要帮它加水就好了，它就只要加就是常温的水就好，你不用加冰块，你也不用加冰水。哎呀，我不小心把它关掉了。要热死了，然后又开了。帮我劈掉那间店，我觉得那间店不好看。啊，凉不凉？事实证明，真的会凉。对啊，其实搭配一个电风扇其实是蛮那个不是前一阵子有那种小的电风扇吗？就是装电池的，或者是充电式的那种吗？那种很好用啊。就带那个，然后再带一台这个，就这一起吹，很凉。你在户外，你在帐篷内，用这两台就好了，一个这个，带一个电风扇。然后记得哦，要有一点点就是通风的地方，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因为它其实是还是需要处理，所以它处理的时候会稍微排出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其实还好哎，会排出一点点热。算热气嘛，就处理，就像你电脑用久了会有点烫烫的这样子，就这里啊。I need that。你有线哦？刚没有线。对啊。我就想上去。我也要没电了，哇。
手机快没电了，可能就只能跟你们示范到这边了。27.8，是这边还是可以降温度的哦。是应该就是对搭配一支电风扇会降得比较快。好啦，再给你们看一下它，因为我手机真的快没电了，刚刚有显示，很漂亮吧，很好看吧。有兴趣的朋友们，待会会贴一下，就是这个产品的介绍，还有网址在 Mr. Me 的粉丝专页上，那大家可以去看看，去点阅。今天就到这咯，感谢大家来看我介绍这一台，偶尔就是跟朋友这样子来海边，非常的开心。好，哎，手。吹风，看我的头发是被吹起来的，就它的风量是够的，蛮大的，你看到吗？可以吹起来的，调风量，因为放在家里给宠物好适合哦，就你不用开个整天的冷气耗电。好啦，我们因为天色已经有点暗了，我们可能差不多要准备回去了。有喜欢的朋友们，记得要去点来看，点网址来看看哦。这个凉哎，好啦，拜拜，到这里咯，拜拜。月姐，你看天色好暗哦，拜拜。